一个过程唔等于一个结果。你点解要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过咗五岁嘅嗰次考试，你唔可以再讲尽人事安天明，因为我惊。阿Sir嘅中史堂对于我嚟讲系个新生嘅故事。大家参观过宋王台未啊？宋王台相传系南宋末年皇帝宋宗宋赵祯同埋其弟赵昺被元军军队追逼，喺宋王三杰文天祥、卜秀夫、张世杰等人护送逃亡至香港。后人为咗纪念呢件事，就在大石碑上面刻了宋王台这三个字。文天祥后来被俘虏，文丞相不肯，乃书过零丁洋诗，其中有两句：惶恐滩头船无人，丁洋去探零丁。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点解唔怕悲愤嚟噶？如何努力啲考上大学呢？其实我知道我跟唔上，但即使系咁。